身体羸弱，劳损，膏肓穴可治。艾灸膏肓穴的疗效会让人比较有动力坚持。一般艾灸两三天，肚子会咕咕响，就是那些寒湿、痰瘀的垃圾被打下来。第二天大便会很精彩，有血拉血，有痰拉痰。体质偏寒的，可能有排寒反应，如肚子或腿发凉、发汗或膈气。如果灸一个星期，一点动静都没，说明身体很干净。